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穷天乐。今天下午太热了，我帮帐篷支起来，在外面躺了一下午。等会的话，坐着老铁的三轮车去看一下电四轮车，准备拉回来改造一下。本来想开着前面那辆三轮车去拉的，但是那辆车电不是很足了。这回的话，开这辆车去看一看怎么样。这回的话，坐上三轮车了。这种敞篷的它就是舒服，风景看的也是比较好的。到地方了，车的话就是这辆小白车了，脏的话是比较脏的啊，算是这种老年代步车吧。后面呢可以拉一个备胎啊，等一下的话帮这辆车给它拉回去。这边的话就是充电的这个口啊，跟我之前红色的那个车差不多，然后也是两边开门的，就是有点脏了。看看这边车灯的话估计不太行了。先打开这个车门啊，看一下这个车的内饰吧。内饰的话挺大的，照这种汽车模式生产的啊，说白了就是一个电四轮车。这边的话有倒车影像，方向盘式的特别的好，空间的话也是非常的大啊。这个拆的话都可以躺到里面睡觉的，可以啊，这个可以说真的。这个是挺好的，像这边的话装的有这个排风扇，说不定可以装这个空调的。这里面装个空调，再整一个十度的锂电，这家伙绝对爽死掉了。然后有这个座椅，这座椅的话能好像这个可以拆了铺平，弄成一张床，下面放东西，后面拉一些行李，上面整一个行李箱，非常的完美。现在关上这个门，看看前车这一块吧。前车这一块是被撞倒的啊，起了一个大窟窿，这边一个大窟窿。然后打开这个车，看看这里面的话空间挺大的，可以整一个空调啥的。然后前面的话也是撞到了啊，撞到那个保险杠那里了。车的话就是破破烂烂的，但是内饰非常好。车的整体呢是白色的，这个颜色的话还是挺漂亮的，挺好。轱辘也是非常的大，这个车能跑多远的速度还不知道呢，照着这个汽车的轱辘来的，非常的结实，爬个坡干嘛的，动力绝对强啊。这种电车的话我觉得应该能跑个四五十啊，妥妥的。后面能拉这个备胎，上面能放那个行李箱干嘛的，非常完美啊。开着这辆车去这个穷游可以了，挺好。你看这个侧面这一块啊，它这边的话是好像是按钮的，挺厉害的啊，这边可以锁上的啊。那边的话好像是按钮，没有看见手摇的，高科技啊这东西。玻璃这一块的话也是贴了这个反光条，都不用自己再贴了，整个窗户的话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的话时间比较长了，螺丝脱臼，但是换一个这个雨刮就行了。坐上去好像也比较舒服，感觉怎么样？好是吧？宽大，你看腿一点都不挤腿，挺好的。这辆车呢没有找到什么毛病啊，总体来说都挺好的。等会的话咱们帮这辆车给它弄回去。这上面你看都是掉漆了，磕磕碰碰的，其实刷一下洗一下的话弄得也蛮漂亮的。不知道这辆车呢能不能推得动啊，之前我的那辆小红车就可以推动的，现在来测试一下啊。你是不是拉上手刹了？手刹给它放了。下面垫的有砖头吗？为什么推不动呀？车的话推一下没推动啊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这回又来一个人，两个人一块推一下。刚才的话应该是拉上手刹了，要不他怎么可能推不动啊？这回的话好多了，明显是推出来了。这辆车是非常的重啊，像我的话根本就推不动啊。这个车我估计得有个一吨哦，应该是有了。这回的话坐着三轮车准备回去了啊，由于这个价格没谈拢，所以说这个还要再商量一下。天也慢慢的黑下来了，也是回来了。今天晚上如果热的话就在外面睡一晚，如果不热的话到这个房间里面睡。买了一些吃的，今天跟着老铁去看了一下这个车，车
的话是要1200块钱，感觉有点贵了。说是1000块钱不行啊，然后说1100的话，他又说1150，后来想一想就没要，主要是有几方面原因吧。第一个是空车无电瓶，装上电瓶能不能跑不知道呢。还有就是这个电瓶钱也比较贵啊，像那辆车的话，我估计一度电只能跑个10公里，如果跑个100公里的话，差不多要花个多少钱？7、8千吧。甚至可能要1万块钱买这个电池钱，等100公里，然后再买取电器，买华为大炮，一套流程下来的话，大概要花到1万多，13000，然后加上车一千，1万4左右，然后再花个1000多块钱买2块太阳能板，整个400瓦的往上面一装，这一下来的话，可能要15000啊。然后想想的话，1100块钱都不愿意让，后面还有15000在等着我，就算了，就没有买。这几天再看吧，再看看，如果有合适的这种车的话，就买一个；没有合适的就算了。